嗨，大家好，然后这次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Python 和 Go， 因为这两种语言是我之前用的比较多的。然后在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学校也都不怎么教，基本上都是靠自学。正好今天发现了一个对比的网站啊，就是列举的他们对比的一些语法，然后正好拿出来分享一下。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两种语言了，一种是这个 Python， 它在人工智能领域，在网络爬虫、后台数据分析都有比较广泛的应用，然后前几年也是比较火的啊。另外一个就是 Go 语言，就是在这个 DevOps 后台，然后容器，还有就是这些领域用的比较多吧。我们看到它的网站其实也自带了一个这个 Tower Go 的一个教程，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可以直接点这个运行，让它去跑这个代码，比如说还可以改一下。对，这两种语言是我目前用的，就是之前用的比较多的两种语言。对， Python 其实它很长一段时间不温不火的，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 Python 比 Java 诞生还要早一些，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内也是不温不火。国内好像最早一批是豆瓣的一批人吧，就是用 Python 写网站、写后台，然后引入了 Python， 然后后面慢慢的很多中小创业公司也开始用 Python， 直到前段时间比如说很多这个爬虫火了，然后这个什么数据分析啊，还有搞 AI 的人多了之后， Python 开始逐渐的流行起来。 Python 它的优点就是它的这个生态非常的丰富，可以做很多事儿。 Go 的话是近几年随着这个容器化火了起来，而且它本身语法简单，性能也够用，所以现在很多公司也开始慢慢引入 Go 去做一些后台的服务。我个人其实是从 Python 切到 Go 的，我个人感觉就是其实 Python 可能要比 Go 还要难学一些，因为它的语法糖比较多，可能有些地方会比较绕。 Go 的话它又没有那么多的语法糖，因为它这个创作本身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工程化，然后保持尽量的这个简单跟可靠，所以它的语法糖关键字都比较少，不像 Python 一直在增加语法糖，甚至很多就是 Python 2跟 Python 3的代码你看这个差别就非常的大。然后这个网站我看到它就是一个可以快速的去对比吧，就是通过对比的方式去学习一下他们的语法的一些区别，比如说这个基本的输出，然后还有一些常见的数据结构，包括错误处理的，然后这个怎么去使用这个结构体或者是使用类方法，还有比如说使用 ORM 这些东西。如果你之前有一门语言的基础的话，上手另一门语言应该就会快很多，就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一些老手他几天之内就能熟悉，然后写一些简单的业务，就比如说你如果是以前学过 Python 的，或者是你以前学过 Go 的，想要互相切的话，你可以去看这个对比。不过我们对比下来看，其实你看 Python 相比来说还是代码写的会稍微的少一些。Python 确实就是动态语言，然后也不需要去声明这个类型，写起来会简单很多。但是缺点就是 Python 性能不是很好，而且比如说它大了之后会比较难维护这个大型的项目，就比如说你没有类型声明对吧，你这个如果再不加这个 type hint， 这个 Python 3才有，你就很难去看出来它是个什么类型。对，以前我在写 Python 后台的时候，就调试这个比较复杂的代码的时候就非常的痛苦，因为每一个我只能靠打断点一点一点的去看这个变量它到底是什么类型。就比如说有一个时候它这个变量名叫这个 date， 但是是一个嵌套字典对吧，非常复杂的一个嵌套类型，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动态语言就是没有类型声明的时候写的时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劣势。相比较的话，我还是现在写多了反而就感觉像 Go 这种方式可能更好一些。来看一些主要的区别吧，就比如说 Go 它标榜自己这个可能就是我启动一个携程非常简单，我只要加一个这个 Go 关键词就可以了对吧，这个其实但看起来其实 Python 封装完之后也很简单对吧，也许是加上一句话的事。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倒不是非常主要的优势了，我们不能以语言的简洁来去衡量它。对，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比较大的差别，就是比如说这个 Go 里面它并没有这个异常处理，比如说在 Python Java 里面它都有异常类，我们可以去 try except， 就是先抛一个异常然后去捕获它，但是在 Go 里面它一般是有这个 error 和这个 panic，这个区别需要去就是好好的区分一下。当然我是觉得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就使用异常好一些，因为这个 Go 的异常处理还是有点太简单了。其他的可能还有一个就是 OOP 吧，就是面向对象编程，比如说 Go 它是没有这个class 这一说的， Go 里面只有结构体，通过结构体的这个嵌套
来去实现这种复用。但是比如说你像 Python 里面就是比较常就是比较常见的这种面向对象的方式了，它有这个父类还有这个子类。好，具体的大家就可以去详细的看一下这个网站了。我自己是学习的时候肯定是写了这个大量的这个 demo 的测试代码，就是很多地方我都需要去写这个测试，看它是怎么用，包括第三方的库，就包括一些内置的库，比如说 string 它是怎么用的，就写了很多这种就是测试的代码。然后也你也可以这么去做，就是比如说你看它这个 string 怎么用的时候，就包括怎么去调用它的各种内置库什么的，比如说很多内置的方法我都会去尝试写一些测试代码。就比如说它的这个 sort 虽然没有 Python 这么简洁啊，因为它没有这个泛型，对，就比如说 sort 怎么用的都可以去写很多测试代码，然后写多了基本上就熟了，所以打字快点也有好处嘛。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学习一些源码，就是看别人一些好的实践是怎么写的。因为很多人在切语言的时候，他总是用一种语言的思维去写另一种语言，就比如说你从 Java 切到 Python 就写了一堆 class 的这种什么 getter setter， 这个其实在 Python 里面是完全不需要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些经典的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些代码，比如说这个进的一些代码，或者是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些框架，还有各种就是有时候我用到了第三方库，我都会看一下它怎么去实现的，这个可能也会对你学习一个代码的时候会非常的有帮助。好，这就是我个人学习的一些心得吧，另外就是记一些笔记啥的。就比如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电子笔记，我会用这个 Markdown 或者是使用这个Python 的这个 Read the Docs 这种工具会记很多这种文档，这样的话后来方便你去查。比如说 Go 里面它转换类型会比较麻烦，我就经常会忘记嘛，然后就会记录很多这种笔记。比如说这个 Go 里面这个 int 64 float string 怎么来回去转，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新手来说就很麻烦，就是什么 strconv 这个库，然后各种的这个函数 parse int， 然后还有好几种方法每次都要去记。当然最好的方式可能是使用第三方的库，比如说有一个库叫做这个 cast， 可以帮助你去转换类型。你可能你用动态语言的时候转换类型很方便，比如说你直接 int 一个 string 它就会转换类型了，但是在 Go 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去调用各种函数来去处理。这就是我个人学习的一些方法吧，主要还是多写多练，然后很快就可以上手。